攻坚破门，特勤队全副武装，指导黑帮藏匿地点。全台扫黑不间断，其中警方锁定的目标还有遭黑帮介入插旗的直播界。网红直播经济当道，市场利润大，黑道觊觎想抢大饼占地盘，成为治安新隐忧。为防止直播主之乱 2.0 再出现，警政署长陈家清19号撂狠话，下令扫黑要逐一列管黑道直播主。近年来直播惹出争议的有卖海鲜、卖和牛，甚至是精品珠宝叫卖，但警方依据情资就发现这背后连结的却是水产公司、食品公司以及当铺业者，而其中呢包含背后呢有相当多的黑道插旗夺利。这些卖虾的现在要拿我来出来谈了、啊、每一个开头都是啊，馆长这个东西不好了哦，老师这块市场老师插定了。今年7月馆长放话跨足海鲜网购，扬言要独占百亿市场，甚至削价跟同业竞争，疑似就是这样惹怒直播界黑道遭枪击。然而直播市场商机大，黑道脑筋动得比谁都还快，只要是高利润都插旗啊。那如果说你小利润的话他当然不要啊。那可以怎么说呢，就是现在流行直播什么他们就会插旗什么。网络直播叫卖暗藏黑势力，衍生诸多乱象，警政署下令扫黑，要从背后揪出幕后藏镜人，想一举瓦解黑帮网红直播主。赛德新闻署赵伟、陈俊奇台北采访报道。